红烧大黄鱼。今天这个衣服穿的也应景啊，长得跟大黄鱼似的。这是刚刚红烧好的，哎呀，这个香味啊，盖冒了。就是熬到最后呢，火稍微有点熬干，汤汁快要收干了。蒜瓣肉，哎呀，外酥里嫩。鲜嫩可口啊，非常的新鲜。鱼红烧之前呢，给它先放在油锅里面两面煎黄，然后倒上料汁，这样红烧的贼好吃。994条，顺丰包邮。这条鱼呢，它没有碎刺啊，这种大黄鱼，它就是一根主刺，然后还有背上的这一点点，像这种啊，每种鱼都有这种脊背上的这种刺，其他它的肉里面是没有那种碎刺的，所以呢，特别适合。那个小朋友啊或者是怕麻烦的这样，这种鱼，太好吃了，一吃就刹不住。我特别喜欢吃鱼肚子，这里超嫩。哎呀，把它翻过来啊，看看我的手艺啊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稍微有点糊，但是啊，颜色还是挺诱人的啊。一条1斤左右的，994条，顺丰包邮。